谁让你们同在，他问你是啥？看一下每边的朋友们最热情好不好？我们的小哥哥就把礼物发到哪边？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！俺是小二，感谢大家在中国方的国区度过愉快的一天。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。今晚俺将和大家一起分享浪漫的《熊出没》主题烟花秀，送给最亲爱的你们。现场所有的大朋友、小朋友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再一起倒数三个数，三、二、一。Yeah.
塞，今晚的烟火